我这个。看你在筹备的时候，其实也赔了很多冤枉钱，赔了50万吧。但是从他来教我怎么去修正开始，公司开始获利，他真的像是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又像一个老师。你们的交情为什么这么好啊？我认识他是我去上他节目，我去宣传我的新书，可是那已经很久很多年了，大概5-6年以上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那在那个时候，我就会说，他好特别，他真的把我的书看完了。他在聊的那个感觉就很像自己的一个家人在跟你聊天的感觉，我让我觉得很舒服。那我就从那个时候跟他开始有一些很好的互动。那汪哥，你那时候收到他表，你会觉得会吓一跳吗？可是我跟你说他其实他是第二个，他不是第一个我昨天就是我就说哇，他怎么这么大方？然后就把他放到那个 WeChat 嘛。然后呢？Catch 说哇，怎么有人跟我一样狂？其实 Catch 送过我一个表，然后呢也是很厉害的，就是 Catch 送我一个 AP， 然后我这样子送一个 PP。娱乐动新闻，请问两位还有缺朋友吗？报道。